AC313A 直升机在海拔4500米的典型高原使用环境下，我们运重货物的能力可达1.3吨，航程可达600公里。总的来说，我们 AC313A 具有更大的使用空间、更强的高原特性、更广的使用范围、可靠性、安全性、舒适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。以前我们 AC313 直升机最多可坐18名乘客，现在我们 AC313A 直升机可以坐28名乘客。